这是一个会让人烧坏 CPU 的物体。注意看底下这个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在同一个平面上，但是这根柱子为什么如此的奇怪？或者我们可以单独看这个三角形，是否和传说中的彭罗斯三角长得一模一样，不符合三维世界规律的首尾相连？难道这是三维世界里面出现了什么 bug 了吗？咱们可以验证一下，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物体。拿一把螺丝刀，可以从这个洞洞里面穿过去，也可以从背后穿过来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有没有同学能看出它的真实形态？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个二维的图画，请打个二。要是你认为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物体，请在评论区打个三。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来自四维空间的物体，请打个四。好，咱们评论区见。